Hello， 小伙伴们，我是 KK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电摇小子对战游戏。放下了可以和同学朋友一起互动制作。然后我们把这些碎片粘贴一起。这里的小孔用电钻穿孔。再来用铆钉拼接一起。最后做个对战台，接着来把这些组装起来。这款电摇小子就制作完成了，他们开始 VS 对战。